哎，为什么我吃饭会流鼻涕啊？好神奇啊！哎，发出来了，发出来了，在这个左上角，看到没有？有个三分钟的福袋。哎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我设置的是五级粉丝牌以上的小伙伴，所以就是看经常，而且是我这个号的五级，应该还挺难的哦，因为我经常没播，这个升级牌子还挺难的。是吧，粉丝牌，所以你们赶快点亮这个粉丝牌，你们很久，我很久没播了，你们都没点亮，就是这个小星星变成灰色了的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在我头像旁边，你要把它点亮，点成这个黄色，我现在就是黄色，对的，点亮它。嗯，啊，为什么要再去做客啊？邀请我了我就会去的，不，你辣椒过敏，我这个都不辣，你看都没有辣椒的颜色。十级的你才有希望，五级没有，哼哼，不可能啊，五级没有多少人，少熬夜对身体不好，所以我少吃点，我吃完了就到时刷牙就睡觉了。嗯，不容易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还没在户外而已，我在户外了，我跟你说，我三个号一天开三次，白天唱歌，晚上播游戏，回然后回家里，回酒店卸妆吃饭睡觉。吓死你，给你感觉24小时都在直播，不是吧，我给你感觉有那么勤奋吗？我已经很久没播了，没想到如此懒惰的我在你眼中如此的勤快，我倍感欣慰啊，你一定是天降之子，这么包容我，太暖心了。哎呦好冲啊，看我吃这么久我就冲了，来回去会不会搞不清自己扮演角色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本来就不是我呀，我有72种人格，这只是我的三个而已，如果可以创建72个账号，我会开72个账号，每一种都是不同的我，你信吗？才三个，你以为我拿三个号给你玩，你当我是吃素的呀？恭喜邵一龙小龙一天小龙班儿依旧如初，恭喜你们三位获得我的周边 T 恤，把你的身高体重报出来啊，我们到时候那个是有型号的，变胖了，破腹带，破腹带，你萌三少的兔耳朵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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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两只老虎，这不是兔子的歌啊。下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耳朵了竖了起来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，真的可爱。嗯，